大家好，我是陈小山律师，把消息手上传染病强人，必须要大家小心面对，将不会对社会中扩散。你可以用以下方式掌握公开透明的疫情消息：一、看疾管署全球咨询名；二、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；三、关心疾管署免受专业；四、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。如果你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消息，请用以上方式查证，千万不要随便转传。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者不实消息，最高可罚300万元。疫情期间，请强下努力，团结假消息。
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朋友，我是吴念真。过年又搁要到啊，阮需要你的帮衬，或者高考的朋友买当食一顿好，也会当感受年节团圆的气氛。爱心专线：02-8966-4306，02-8966-4306。
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加。